Oh my supercon！ 还有一首歌也很经典。Sorry Sorry Sorry Sorry， 好久好久以前。哎，哥这个还记得吗 ？Oh my super girl， 你是我的 baby girl。哎呦，我们十年没叫这个。来来来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有记得不记得？想想一想。哎，我帮你放音乐好吧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啊，吃完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这有这几个动作，这波回忆杀啊，回忆杀，回忆杀，回忆。啊，我们得到这边来，好像。啊，我要去那边啊。Oh my super girl， 你是我的 baby。嗯，没有。Oh my super girl， 你是我的 baby girl，他看不见你的美丽。哇，你怎么记得？哎，一心都记得。来，你带一下我们吧。好像是这样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就你是对的，应该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Oh my super girl， 你是我的 baby girl。哦哦，对对，有这个歌。然后呢？当时什么？哦，对对，是这样吗？好像是。我天哪，真的是奇了怪了，这也太好笑了。好啊，是这样的啊，会有一些舞者给队长们出了一些题目，他们将会通过电视播放出来。哦，电视啊！哎呀，这个电视终于用上了。是的，我们要通过转屏的方式决定谁先回答问题的。街舞精彩嗨不停，火锅绝配小蓝瓶。我们先转个瓶子啊。你先。哎哎哎，根哥第一个啊。好，好嘞。出给韩庚的题是谁呢？杨凯。冬天能穿多少穿多少，夏天能穿多少穿多少，这句话表达啥子意思？说的就是冬天能穿多少穿多少，夏天能穿多少穿多少。对，第一句很好很好理解嘛，冬天能穿多少就穿多少，那夏天有可能是能少穿多少穿多少。夏天要少穿。回答正确。哎呀，哦，